好像只有跟你在一起，才是最踏实、最放松的。你不是说下班就要回来吗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喂，露露。喂，哎，我这边马上有个重要的会，我等会儿打给你。我。 依依，妈妈现在真的很忙，还是爸爸带你去医院吧，好不好？你现在真的烧得很厉害啊！乖，起来。妈妈，我要妈妈。依依，乖，依依，听。妈妈，我去外面去医院。好，依依，好，依依，乖，依依，给他打个电话啊。他怎么了？有点着凉了，别着急。 睡着了，我睡了多久啊？一个小时左右吧。怎么样，依依她不烧了吧？温度像是降下来点儿了。我其实已经失眠很久了，已经很久没有像刚才那样睡得那么沉。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是说下班就要回来吗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来来来，来了你，叫我垃圾哦。对啊，阿姐不陪你。好。拜拜。啊，走。 早点休息吧。你去见依依了。米露出差，正好医生病了，周元忙不过来，就叫我去帮忙。那不严重吗？发烧，打点滴之后好多了。他为什么又趁米露不在的时候，给你和依依制造见面的机会啊？他不会又想搞什么幺蛾子吧？不行。 安姐，你一定得小心。嗯，你没有跟郎总说吧？本来是准备跟他说的，刚刚在楼下不就正好碰见你了吗？还好我出现的及时，你不能告诉郎总，千万不能说。这有什么呀？如果他问，我就告诉他。嗯，我喜欢说实话，坦诚点好吧？坦诚是指原则问题。 不用什么事情都事无巨细的跟他说吧，两个人需要更多的空间呀。哎，你不会跟郎总在一起了吧？哎，你也没怎么谈过恋爱，你为什么最近变成一个恋爱小达人了呢？不是，我最近加入了一个恋爱秘籍小组，里面有超多的精华帖，我帮你拉进去吧。